今晚午时我会在你们家等你。今晚，哎呀妈呀，小伴们，这个存档总之千万不要去试啊。在玩 MC 当中，当生存模式看到村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村庄里的资源特别多，可以完全让我们度过前期。但是就是这样的村庄背后竟然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们先创建一个地图 16172247117， 我们这次的运气这么好，居然直接就出生在了村庄里，这为寻找村庄省下了一大把时间。不过这个怎么阴森森的呢？哎，不对，这怎么一上来就是黑天？奇怪了，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喂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喂，奇怪，都去哪儿了？有人在吗？你咋被关起来了呢？快跑，快离开这里，不要管我。这里咋的了？这里呀、啊、那个人都回来了，就是在那个下面。你怎么话的说一半就没了呢？哪个下面啊？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那个方向。这个屋子里怎么有个传送门？奇怪，我们进去看看啊。门的另一面连接的居然是实验室，这里被关了好多村民和铁傀儡啊。等等，这是什么声音？那里门后是不是有个人影啊？我们偷偷在这里偷窥一下他在干什么。他好像在炼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总算逃出来了，天亮了。哎，门也消失了，村民们也回来了，一切都正常了起来。这背后究竟是？我对刚刚的声音非常在意，我利用其他软件来破解一下。没错，这的确是摩斯密码。我翻译一下，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，那今晚午时我会在你们家等你。今晚，哎呀妈呀，小伴们，这个存档总之千万不要去试啊！我现在收拾东西准备跑路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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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